sappiate indicare anche con l'ausilio delle tecniche moderne.天主教电视节目《还有天主吗》，今集我们会探讨一个困扰了香港社会三年的问题，就是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香港居留的问题。对于这一班争取居港权的人士说，过去三年可以说是一条漫长崎岖艰辛的道路，不过在这条道路上他们不孤单，因为天主教会一直对他们作出很多很具体的支持。天主教的朋友帮了我们去做好这件事，很多人都无条件去帮人。事实上这些人在眼中都是 很宝贵的。来到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主，这个社会很需要这样的机构或者这样的教会。作基督徒呢，就是应该同所有受压迫或者被社会遗弃或者得不到自己的根本上的权利的人呢，就是他们帮边跟他们一起行那个解放的道路啦。金浩望神父，很多人都认识他，人人都叫他做金仔。这个懂讲中文的意大利籍神父，几年来全心全力支持一班港人在内地所生的仔女争取家庭团聚。这班兄弟姊妹，他们已经是原则上已经是香港市民，不是说什么第六什么什么哪个边的人了，因为他们是香港人的仔女。香港是一个中国的城市嘛，他们没有是自己的国家一对 夫妇呢，不可以有自己的仔女在自己的身边。争取居港权的路可谓满途荆棘。自从1999年1月29日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被推翻，继而香港特区政府再提请人大常委解释基本法，令到争取居港权的人对香港司法制度失去了信心。于是不少人都将希望放在支持他们的宗教团体那里，其中包括香港的天主教教会。为什么你会写信给陈立军主教的？陈日坚总了解我啊，总了解我们啊，仲了解我的心情啊！我希望留在香港咯，因为我的白送仔心情好唔好？而家都好想哭啊！唔想翻去啊！攞唔到签名，唔想翻去啊！为呢件事失望咯，因为都即系冇估计，即系唔系我自己输啦，呢班人输啦啊！咁即係好同情嘅，佢哋都犧牲咗好多嘢啦，咁即係爭取一個人嘅權利咧，係一件
神圣嘅事嚟噶，啊唔系搞事喎吓。咁啊，甚至都可以话咧，钟心田都俾过佢哋呢咁嘅权利噶，系嘛？最紧要家庭团聚啊嘛。而家呢个权利剥削咗，而且有啲人剥削之后，以后都冇唔可以再争取啦，因为呢个释法咧，将佢哋嘅申请资格都取消咗嘛。佢哋系有合理嘅期望，有个法律上认可嘅期望，就根据嗰阵时嗰两个判例，1999年1月29日咧，系可以得到利益。另外喺去 NP 解释基本法，尤其系有咗一个输咗个官司之后，仲要去解释，即系输打赢要，呢、这个都系破坏咗香港司法嗰个独立同埋嗰个尊重。但系呢啲我都觉得唔系最难受嘅问题，最难受的问题系原先有居港权嘅家庭应该可以团聚嘅，而因为呢连串嘅事件变咗冇。当政府司法制度对他们不再公道的时候，当社会舆论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天主教教会就坚持同这班弱势社群站在一起，风雨同行。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这几年来都在各方面尽力协助他们，而成功拿到身份证的阿寿和罗宝丽都有深刻的感受。今时今日我有身份证，就是他们帮我才有咯。即系喺呢段时间咧，自己真系觉得好彷徨啦，感觉上好大压力，真系好大压力嘅，又冇办法去出去做嘢啦。好在都有班教会嘅朋友或者喺度支持紧我哋。就因为我爸呢以十三嗰阵时同业嗰啲地盘工作啦，咁样就有个业病嘅，见到我爸呢就啲身体呢即係一年比一年差囉。咁我爸妈香港就係我爸妈喺香港，冇其他啲兄弟姊妹囉。佢哋嘅家庭真係面对咗分离咗十几年嘅痛苦，咁我哋係应该义不容辞咁去帮助佢哋囉。但係我哋嘅角色呢唔係一个组织者或者一个上日所讲幕后黑手各样嘢，我哋唔係咁样，而係我哋係一个同行者。我哋係选择呢喺呢三年里面呢同佢哋一起行呢条路。即係唔好话边个支持边个，有阵时其实我哋都从佢哋身上都学到好多嘢嘅。因为佢哋争取咗咁耐，可以咁堅持到個信念去鍥而不捨咁去做呢樣嘢咧，其實我為我哋從事關社工作嘅人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信息，話到俾你聽去爭取翻自己應有權利嗰個重要性咯嚇。咁我覺得其實係互相學習緊咯。喺我個人嚟講啊，我覺得係冇咯，冇一個人會冇乜嘢利益，冇任何利益嘅會幫你去捱十幾日絕食唔食嘢。去同你一起去遊行，去同你去爭取你嘅權益，係你嘅權益，唔係佢嘅權益喎。佢冇份嘅喎。好似神父 Jackie 咁樣咧，自己之前我覺得點解佢哋咁好無條件幫我哋咧？係咪有咩目的嘅咧？但係即係經過咁長時間咧，同埋一路咧，佢哋俾我感覺咧係真心去幫我哋咁樣咯。等同於香港人可能仲落取都唔開心，我可能仲開心過佢啦。咁就。在这一刻就有些不开心的就是很少人咯。成功的例子通常都是罕有，不过无论成败得失，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都坚持本住爱和尊重的基督精神去接纳这一班争取居港权的朋友，并且视他们为兄弟姊妹，即使路长遥遥困难重重，你都不会放弃。我哋从来都唔会认为争取居留权呢一个工作系容易行嘅一条路，咁正正系困难，我哋都要继续行落去啦，唔可以因为佢难而放弃。争取居港权嘅人士曾经到过唔少民间团体，解释整件事嘅来龙去脉。呢一日，佢哋就嚟到妇女劳工协会。近呢几年咧，都会有啲担心。咁你话如果再突然？多一班人，因为他们现在个个都这么年轻，即是个个都是刚刚要出来做事的，都很担心，即是很担心大家都找不到事做咯。
啊，同埋啲人工咧就可能會咁樣都會越壓越低嘅。咁但係咧，我最近都接受咗即係訪問過幾個人啦，咁佢哋都解釋咗佢哋嘅處境。咁我到而家都覺得佢哋都即係都幾慘咯，都唔知點好，即係上又唔係，落又唔係咁樣。即係佢哋團聚就係好應該啦，即係每一個人都好想話團聚咯。家庭團聚係所有人都認同嘅大原則。陳日君主教一直都堅持呢一個愛嘅原則，即使經濟不景、人口膨脹、失業率攀升，都唔可以犧牲呢一班人嘅團聚權。即使同政府處於對立嘅局面，陳主教都從未放棄。應該可以咁講嘅，因為我哋立場真係好唔同啦，好唔同啦。不過即係其實政府都話支持家庭價值嘅，不過唔知點支持法咯，即係有時講支持啦，有時又事實上唔支持啦，係咪？咁呢個兩隻大，我哋都係一家人啊嘛。即係如果政府真係認真嗰陣時，都諗成套嘢出嚟咧，為應付呢、這個這個困難咧，我哋肯定會出我哋少少力量去幫嘅，係咪？譬如我哋明愛咧做好多嘢幫忙嗰啲新來啲同胞啦，我哋啲學校都好樂意收嗰啲小朋友啦，係咪？我諗香港人都係好似我哋一樣，即係如果即係受到鼓勵咧，人人都會出嚟嘅。我哋香港見到咧好多次就算我哋大陸有咩天災人禍咧，佢哋都肯幫忙，係咪？因為即係幾乎而家咧，就將進步咧完全放喺繁榮嗰度嚇。咁其實人社會無論幾繁榮咧，但係如果冇倫理道德咧，係冇意義嘅，係失咗方向。希望都香港市民都會醒翻嚟啊！即係一個冇愛心嘅社會咧，係冇前途啊！係好危險。教育良社咧就帮我改咗个名咧，就望话我捞佢，佢点解唔带我嚟嘅？一系点都留我啦，意思就系话要我去村口嗰度向住南方，即系因为香港系我哋家乡嘅南方啦。但系咧，始终都系即系有阿妈喺身边系好啲嘅。到佢嗰一刻话要过嚟呢边啦，带唔到我过嚟啦，咁我又有啲捞佢，我又自己喊咯。汪楠同阿贤都有差唔多嘅背景，99年嚟到香港，到而家仲未攞到香港身份证。走过几年争取居港权嘅路，百般滋味在心头。每个星期日喺呢个屋邨公园，金仔几个教友同埋一啲争取紧居港权嘅朋友都会喺度相聚。好自然，汪楠、阿贤都喺呢度揾到佢哋所需要嘅安慰和支持。以前細個或者我可以就唯有等待啦，咁而家大個，我希望我可以爭取翻我自己有嘅權利咯。好似你支持我個力量咁咯，即係我彷徨嗰時候，佢會我都會有請你力量啊，請你精神我支持我，冇我落去咁樣，即係我都會即係好似喺心中咁自己討要講呢幾個説話咯。都希望喺個正義方面咯，因為家庭團聚係一樣正義嘅嘢。始终正义是永远都会胜利的。福音不只是一道理，甚至不只是讲耶稣的名字，其实是我们新水俱乐圈的兄弟姊妹，福音就是说有机会争取得到这个身份证，这个家庭团聚的喜讯。这一天是2002年1月29号，即是终审庭判他们胜诉的129三周年。不少的诉讼好像纵火案的判决都尘埃落定。距离2002年3月31号这个被遣返的日子只剩下两个月。毕竟天主教教会的力量都是有限，
在很多事情上教会都会无能为力，不过要做的同埋应该做的教会都一定会做，而且坚持同一班开头团员的弟兄姊妹并肩同行。我希望呢出年的129呢都见到你们在这里揸住张香港身份证，我好希望在这里希望鼓励你们团结起来。是好无奈啦，即是我哋参与呢件事咧，都冇即系话预算会赢会输嘅，系咪？因为应该做嘅嘢就应该做啦。咁好似冇预想到输到咁惨嘅啊！我哋都唔怕得罪香港嘅市民，话佢哋而家咧被政府误导啦，有集体自私啦，即系可能真系喺呢个机会上，教会需要讲先知嘅说话啦。啊，咁咧，先知冇好食啊，咁啊都唔紧要啦。我哋都要讲。我会问翻即系入境处，即系如果你日日喺度讲话啊，有今日咧有几多人接受自愿遣返啦，听有几多人接受自愿遣返。其实翻翻转头，我要问一个问题：点解呢啲人会接受自愿遣返？系咪因为佢嚟到香港嘅时候系充满希望，佢离开嘅时候系绝望、系失望？我哋系咪应该反省？我哋点解要令佢哋失望？如果我同佢哋话翻去有乜大了啫？啊，好啦，我哋认输啦，即系其实输仲系嗰啲唔公道嘅人，我哋其实冇输嘅啊。即系教宗都讲过咧，几时有人唔公道咧？不过受到不公道待遇嘅人咧，佢唔会佢嘅人格唔会受损害嘅。起码嗰啲唔公道嘅人，佢损害自己嘅人格，系嘛？所以我希望佢哋都能够冷静啦，啊，即系继续生存啦。坚持为弱势社群争取佢哋应有嘅权利，是天主教教会一贯的信念，教会亦都深明这条路不容易走，是细水长流的工作，需要锲而不舍的毅力。教会的目光不会只是停留在为个别人士或者社群争取权益，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充满公义、和平和仁爱的社会。即人都可以剥削你的权利，但是不可以剥削你的尊严，都不可以剥削你存在的理由啊！即是我希望不要再人自杀乜嘢啊，完全不值得啊！你的生命是值得继续落去。神父啊，其实咧睇翻争取居港权呢件事咧，过去几年以嚟咧，社会上面其实一直有好多好反对或者系一啲负面嘅声音，但系天主教会一直咧都用好多好具体嘅行动，实际地去支持呢一班人士。咁其实一路以嚟，教会基于一个咩原则去支持佢哋嘅？我谂呢个喺1999年咧，胡枢机佢出一篇木函，叫做《天主示爱》嗰度咧，已经讲得好清楚。我谂就系话，人有喺呢个社会里边咧，我哋可以有呢个自由迁徙嘅权利。呢個都係天主俾我哋，即係話點樣去自由咁樣去用大地資源。咁喺呢一度，我睇到就話引申出嚟個家庭團聚權咧，係人都好基本嘅權利嚟。嗱，咁我明白咗教會嘅立場或者係嗰個睇法啦。但係如果我自己作為一個教友，我有一啲唔同嘅睇法或者意見，而我覺得好似同教會嘅有啲唔同嘅話，會唔會如果我唔跟教會嗰一套，就好似係我反對咗教會，或者我甚至會唔會因此而犯咗罪咁咧？好似？我想这里要分一些层次去讲。教会在这些事情上面呢，我们讲了一个大原则，就是爱主爱人，是吗？这个信仰上面有基本 的看法来的，或者我们的生活的态度。但是怎样做呢？我觉得就可以很多元性，就是说我怎样去爱人，怎样关心人，可以因应我们自己的能力，看回那个环境。那么就在做法上面呢，我们就可以有多元性一点。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他们有居港权，不过他们怎样来香港和那个时间性啊这些等等，我觉得就可以去斟酌咯。那变了就是说教友可以在这些问题上面有不同的意见。林神父，我也知道你是正义和平委员会的教会顾问，这个委员会一直在争取居港权这件事上面都出了很多力。其实是不是这个委员会所做的事就已经代表了教会
佢哋嘅立场同埋喺呢件事上面嘅一切咧？我哋唔可以话正义和平委员会等于教会殉道当喺呢件事上面嘅嗰个权威性。我哋唔可以咁样讲，即系佢系教区嘅一个委员会，佢都系跟翻教会喺啲社会殉道上面嘅大原则。但系佢睇嘢啊，或者佢嘅步伐，咁当然都有佢个多元性喺呢度啦。咁但系佢都受于即系教会个殉道嘅一啲指导噶啦。咁嗱，你提到多元啦，其实呢一个正义和平委员会咧，喺纵火案呢件事之后咧，都继续依然系好切实咁样去支持呢一班争取居港权嘅人士。咁其实会唔会俾人哋觉得，哇，你呢种所谓多元咧，会甚至系可以包容到佢哋用呢啲咁暴力、咁极端嘅方法去表达意见，会唔会好似系纵容咗佢哋咁咧？我谂咧呢度好清楚啦，即系暴行我哋一定谴责。其实我哋从来冇认为，即系喺入境处边纵火咧系一个即系正确行为啊。我哋都明白，即系呢一个系好可以话好愚蠢，亦都系伤害到两条生命啦，系咪？咁但系我哋要明白嘅咧，就系话点解佢哋会咁做咧？逆地而处，你谂下佢哋嘅心情会点？系嘛？佢一方面即系好想留低喺呢度，因为佢哋同佢屋企人喺呢度团住。但系另一方面，佢哋又担心，如果我哋好啦，翻上去内地再落嚟得唔得咧？可能真系遥遥无期。在这些情况下面，即是他们可能想到一些很极端的即方法，希望可以引起即香港的同情啦、注意啦等等。即是我想政委会不是说多元到可以认暴力的问题，即是这个肯我们即不赞成，也都觉得是很愚蠢的。不过我们希望即香港人也好，世界上其他人也好，看回呢就是什么令到他们这样，这班人做这样的事，而我们是因为他们的罪行而不去同情他们，再去关心他们。神父你先就跟我们讲，想我们逆而处去想，为什么那几位人士他们会用一些这么极端和暴力的手法去表达他们不满。那不如你又试一下逆而处想想，即经济又不好了，失落就是个个月这样见到是升的，即现在很多香港人自己都即是饭食都很艰难，这件事你又怎样看出香港市民他们的心声？即我想其实可以这么讲，即无论是在而家爭取居港權嘅人士，或者我香港人都好啦，而家都係承受住呢一個經濟轉型或社會發展裏面帶嚟嘅一啲即係痛苦。咁我諗就係，既然大家都受苦，大家都係受緊傷嘅時候，係咪我仲要好似兩隻受傷嘅野獸互相在廝殺？所以咧，其實喺呢一次爭取居港權嘅事件裏面，我覺得教會正正係扮演住咧就係先知同埋仆人嘅角色。即係我哋唔係只係話叫即係大眾做順民 ，OK， 法律係咁，我哋就完全服从。我作为一个先知，就是说要一早去看回，就是在这个制定法律的过程里面，政府去厘定政策的过程里面，是不是合乎正义？如果不对的时候，教会要出声。因为事实上在社会里面很多弱势的群体，他们根本不知道怎样去讲，亦都没有渠道去讲。教会我在这里真是义不容辞，要代替他们或者跟他们一起去出声。另外我想就是说，我们都是一个仆人。我心里面很清楚那个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有人很忙，见到那个受伤的人，即是被强盗打伤的人瞓地下，他们走过，但是只有那个外邦人，那个撒玛利亚人，他停下来扶起他，在他伤口里面倒油倒酒，医好他，还有带回他客栈里面，希望人照顾他，还有付出所有他的即是一切的费用。我想教会希望今天他自己能够继续耶稣的工作，就是做一个仆人，一个受苦的仆人，去治疗今天在社会发展过程里面受伤的人，因为社会不公义受伤的人。我想现在即教宗约翰保禄二世由他一上任开始，就不停强调教会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怎样去有善心的人一起去创造一个爱的文明。我想无论是主教也好，正义和平委员会也好，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件事上面只不过是顺应福音的邀请，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去建设国外的文明。今天多谢林神父给我们，不单止是在这个争取居港权这件事上面看到很多不同的角度和层次，也都可以更加令我们重新去记得，其实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爱这个是我们最大要遵守的一个大原则。香港过去几年一直有不少的风浪，而香港人呢亦都承受了很多生活上面的压力，但是好像过十二集还有天主吗，很多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在人生的最绝望或者最困难的时候，天主都一直陪着我们的，而信仰往往就都有人力量可以重新振作起来。
如果你对天主教信仰都希望有多啲嘅了解同认识，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揾阮寿美修女倾下。今集咧已经系最后一集嘅《环游天主妈》，希望以后仲有机会同大家见面啦，拜拜。